来来，徐佳莹在节目上演唱《我好想你》，唱功大爆发，超深情的嗓音害人像中毒般的狂听。昵称拉拉的徐佳莹是参加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歌手，自创歌曲《身骑白马》还勇夺了第21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，演唱、歌唱和创作实力都不容置疑。而他最近参加《中国我是歌手4》的节目录制，在第一集就获得冠军，瞬间在大陆爆红。节目的第二轮淘汰赛中，徐佳莹又挑战了苏打绿的歌曲《我好想你》，超深情的演唱让台下观众都泪崩了啊。徐佳莹在《我是歌手4》里演唱《我好想你》，她深深投入的感情也影响到了观众，让他们都眼眶泛红。从徐佳莹出道以来，她自己已经出版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但当她唱起别人的歌时也很有味道。观众很容易被她声音里蕴藏的情绪感染，甚至控制不住落下了眼泪。你是否也喜欢拉拉诠释这首《我好想你》呢？动动手指把它分享给朋友们听听看吧。